我是小谦老师，然后非常开心我们的那个乐窝音乐房的讲古系列已经跑到第九集了。那在这过程中不知道有没有学生是有就是有收获的哦。然后这一集我就是讲到放课的一个小小的技巧。那其实放课的话，我讲过还蛮多次，在蛮多的影片中，不一定是这个系列哈，不一定是这个系列，在这个影片中，我就觉得就是放课，你们就是还是要多练一点打点。那打点东西还蛮重要的，而且它的轻重音比例都是非常明显的，哦，然后你在还有你的过门上的一些搭配，那个都是还蛮重点的。哦啊，如果没有这些过门，没有这些打点，即使你是没有办法把放课打得很 OK 的。比方说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重重轻轻很重要的哦。好。那比方说过门的部分，他说大大大大咚，大大啦大咚，哦，是呀，你要有一个，就是一个碎点嘛，哦啊，有很多种的打法啦，有很多种打法，哦，那这是最基本的，但你要更丰富一点的。放课其实就是跟打点上是跟十六分音符脱不了关系的。再来是打点上可以围绕一些 parody 的 single 哦 ，single parody 的，或是有很多很多啦，层层叠下来的 parody 的，对不对？都要去练的，这都要去练的，你可以无意中用到。single，哦，或是右左右，或是右左左右左右右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稍微讲这样一点点就好了。那其实打鼓就是你要享受它，哦，不管是任何一个舞台，哪怕是学校的一个表演，哪怕是一个成果发表会，然后大家都是要去享受它，不要把它当一个很难，然后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含蓄的乐器嘛。然后大家可以带 open 一点 ，open 一点，哦，有机会的话。因为我最近听到很多学生就，哎，我们有成果发表会不敢上嘛，不敢上的话，其实就你就第一个就把自己给打了冷门了，哦，你要大家多去尝试，哦，不要怕，然后狂野一点 ，open 一点，哦，这个乐器你就会学得更好。